走在世界里，拥挤人海里，每个翻来覆去，全都关于你。走在世界里，拥挤人海里，每个翻来覆去，全都关于你。我今天是发发我今天是智慧柿子。玩游戏的话可以点点赞哦，然后左上角的那个福袋我们可以去参与一下啊，参与福袋。我们现在最聪明的人往往都是在最后的，小丁啊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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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柿子，好，赶快这个，没有这个啥呀？啥呀？天哪，太难了，可以，太难了。来，我跟你说吧，第一个。两个已经过了啊，在第三个，我想来当一个第一棒。你要当第一棒，对，我当最后一棒。开吧，来这把咱们严格一点啊，就是前面。那就让三哥那个吧，让我写一个。快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来第一个呀。我实在猜不出，我看了你和张哥的，我在看你的，我实在猜不出来是什么一个。大丹，哎，上前走了，不要慌啊，我们这是不要商量啊，不要自信。我用一个动作，应该这样。你是演呢还是说呢？我知道啊，非常用的词，太简单了，打算的是 OK， 好的，那这我是跳远到 breaking 的事，breaking 的好，祝你今年可以破天的富贵，你就给六个哥哥生下嘛。您脸大不大？六哥哥生下吗？您脸大不大？我脸大，我能吗？不是很大。